在您阅读本文前，您可以点击右上方关注，以后您就可以免费收到义务宣传兵每天推送的内容。感谢您的关注。适合发朋友圈的句子，一针见血，自古深情留不住，总是套路得人心。一人生就像一杯茶，不会苦一辈子，但总会苦一阵子。两次苦深情留不住，总是套路得人心。三，从你忍心伤害我的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我的感受你一定从没考虑过。四，道理都懂，但是就像鱼活在水里，也死在水里。五，说是说来日方长，挥手之间人走茶凉。六，做你该做的事就好，不必预知明天的烦恼。七，时间不一定能证明许多东西，但一定会看透许多东西。八，我所厌恶的不是爱情，而是那等待、猜测、道歉和伤害，以及那无法兑现的承诺。九，有些事情不是努力就能改变，就像50块的人民币设计的再好看，也没有100块的招人喜欢。很多时候选择比努力重要。是感情最怕的就是你认真了，对方只是爱了一场，搞笑的是他聊你全程靠嘴，而你却因此走了心。11，自卑的人连关心喜欢的人都觉得自己不配。12，遇见是两个人的事，那离开却是一个人的决定。遇见是一个开始，离开却是为了遇见下一个离开。13，一个频频回头的人是走不了远路的。14，心酸纵有千百种，沉默不语最难过。15，没有合不合适、配不配，而是你真不真心、真不珍惜。16，深爱之人藏心不挂嘴，久夜之人在梦不在眼。17，你曾是我平淡生活里的来日方长，最后猝不及防的成为了大梦一场。18，生活将我们磨圆，是为了让我们滚得更远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